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晚上好，是小泽，咱们接着来临摹这个零飞机的内容，从这个绳子开始吧。把这个写扁一点。好，下去的时候这一笔就不必写太重了，就是尽量写细一点。这个字，这可写重点。这卡住，好，不要断笔。就往上顿，好，这个字的话，它是个王字。好，莫不要顿笔哦，它是很平缓的。好，末尾就略长那么一点点，中间这一个竖笔呢，它是很重的。斜的一个细笔，很细。撇下去卡一下，你看这卡了一下是吧？出来。顿住，往这边再末也卡了一下，由下往上，往这边顿下去。蜡笔蜡烛往这边卡下来。好，今天我们对这几个字就临摹到这里，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可以在我屏幕下方留言、那么感谢大家的关注啊，就是想要这种同款毛笔的话，在我屏幕下方、大家可以点击进入看一下。